是我们暖暖的小时光。该剧作为小美好的姊妹篇，当然也是没有最甜，只有更甜呀。看了一下四位主演的颜值，真的也不错。女主由网剧《唐人》女主邢菲饰演，男主则是《唐人》的最新小生林怡，两对 CP 甜蜜加倍，二人不彪悍网少年。该剧是根据天涯社区帖子衍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青春校园剧，由侯宁浩主演，讲述了热血少年花彪和飞车五人组成员叱咤校园，在高三最后的日子里留下了青春彪悍的足迹的故事。三，我只喜欢你。该剧是一部青春偶像剧，由吴倩、张雨剑、赵志伟、马丽主演，讲述了平凡女孩赵乔丽和学霸严默从高中到大学，从校园到职场，从校服到婚纱，共同成长，深爱如初而后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四，班长殿下。该剧改编自小说《密爱百分百》，校草的专属甜心，是一部青春校园励志剧，由牛俊峰、邢飞等主演。虽然剧名挺中二的，但是两位主演演技不错，可以期待。五，暗恋橘生淮南振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由主演曼姿、赵顺然领衔主演，讲述了陆志和高中时代的同学兼暗恋对象盛淮南在大学里相遇相爱的故事。六，喜欢你十分好甜。这部剧男女主角则是由高瀚宇、陈玉米主演，男主高瀚宇今年参演了扶摇、SCI 米万级还有全职高手代播，女主陈玉米是河神中的萧兰兰，气质美女，气密之盾流于该剧。根据墨宝非宝同名小说改编，是一部热血梦想青春爱情剧，由杨紫、李现等主演，吴亦天特别出演。该剧讲述了一个十年蛰伏英雄归来，暖爱追梦，为国夺冠的故事，也是一部电竞题材的影视剧。八，别碰我心底的小柔软。该剧是腾讯的自制剧，在腾讯视频独播，由一个新锐奇主演，是一部青春校园题材剧。女主新锐奇出演过《浪花一朵朵》《双世宠妃》《无法拥抱的你》，也是网剧《小花》里面。以上八部待播的青春偶像剧，你最期待哪一部？